Hello， 今天继续往上看看啦，溪流，看一下这边的状况吧，生态看看有没有变化，有没有恢复。好 ，OK， 这边一直被挖了，也因为有开路，所以才可以下来。不过不是这么好走，也还好啦，路要走远一点。前面调查看看好了。Hello， 我待会在这边调调看。这个标点有鱼，这代表鱼群有回来。OK， 应该是这样。西哥可是都有感染黄溪虫，这里都有感染，处理一下。好，处理完毕。马口鱼也有感染。Sorry。哦吼，玩具有西哥，往上游移动吧。手机壳啊，真的是。哇，要死！这个感染黄溪虫超严重的，没办法移。要不然割太多，把它死翘翘。小石兵，
看，找个客人。客啊，干嘛浪费钱呢、啊？坐一坐还不是要垮掉？都被困在里面了。这个蛮漂亮的，啊。那一个人应该是在捡石头。还是有 C 哥的，OK。啊，今天钓游就到此结束了。上游的这个生态反而不好，
反而是下游的比较好，应该鱼都被冲下去了啦。好啦，有机会再往上游再探探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